落实社会安全网，人人有责任。彰化县政府一号启动“家保心做回来”社福地图保理站的活动，希望借由网络依法宣导的方式，让民众了解到脆弱家庭甲通报的方式，并且会当就近得到相关社福资源，甲管户牵手做回来，打造安全的生活环境。第二个，我们就把所有的这样的彰化县政府，从县府到各乡镇市的这样的社福资源，给这个地图化。那透过一化的地图啊，然后建立了彰化社福气象站啊，让民众快速能够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资讯系统，能了解到我们所提供的各项的资源。有一个社福气象站的地图。我们希望这个地图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那这个工具可以告诉我们资源在哪里，有关社福的资源，比方说你想要知道食物银行在哪里，需要知道我们的家庭中心在哪里，只要点进去它都会告诉你地点在什么地方，离你家最近的，都可以让我们民众需要资源需要求助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。官府整合跨局处的资源，建立社会安全网联合通报系统，并且连接各乡镇市全力的办公室。今年度更是升级成为线上的宣导，让民众会当透过网络就了解到更加侪资讯。同时，嘛建立社福地图、社福气象网站，会当让民众了解到各乡镇市社福资源的位置，会当就近取得社福资源来协助身躯边需要帮助的人。公益频道彰化彰化彩虹报道。